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本次展览的嘉宾，新加坡艺术总会会长何江良博士为本次展览致辞，谢谢。谢谢。何江总会长，林英杰会长，我们的画家和林老师，各位嘉宾，各位就是这同道。 师门，学生们，大家下午好。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为我的好朋友何一平老师的这个水彩画展主持开幕仪式。我认识何老师，可以说从上一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认识。 那么，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支教，在教师会担任一些职务。那么，何一平老师也是我们学校里面呢比较出色的这个美术老师之一。那么。 何一平老师和其他的美术老师呢，都时常参加，无论是教育部啦，或者是教师会的这种活动，所以我们互相认识，感情也非常的这个融洽。那么，除了教学外呢，还积极参与。 参与这个推动水彩画的这种工作，刚才谢江水会长也说，他也是何老师是水彩画会的这个发起人之一。那么，现在大家对这个水彩的这种发展跟发扬光大呢，大家都有心同。 心里一定要把它画得更好，结果他们都是以身作则，自己非常努力的去写生，去体验，不但是在国内写生，也带着国外写生，比如和何老师也跟我们一起到了。 柬埔寨啦，到这个尼泊尔等等地方，那写生。那在新加坡呢，他还坚持每个星期，要到外头写生2天。那么刚才谢会长说他一定是在星期四跟星期二跟星期四一定呢到这个。 我国的一些街道也好，一些旧建筑也好，总可以看找到他的踪迹，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用功的一位画家。那么我们从他过去的一个作品到现在的作品呢，也可以稍微看到他的水彩应用是逐渐。 逐渐的成熟，色彩的应用呢，也比以前的光亮许多。这是一个画家成长的这个过程，一定是如此。那现在我们看他的画跟以前的，你稍微比较就会觉得啊有很大的这个进步。所以我们呢非常高兴，这个。 何一平老师能够把他这些精品拿出来给我们欣赏，那么听说也是他首次举行个展是首次的，我见他人非常的这个谦虚，为人这个低调诚恳，所以呢，久久了才举办第一次的这个个展，所以我以最愉快心情宣布。
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吧。